面对五都选举电视辩论，参选新北市长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嘛讲，民进党绝对未来回撇。五都选举开始加温，几啊金门配嘛，拍算来举行候选人的辩论会。代志参选新北市长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候选人本来就应该来向民众说明，因未来施政的愿景。民进党的态度是未来回撇。我们会提出政见，而且会很负责的对我们的选民说明我们的政见跟愿景。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不会回避，辩论这件事情。蔡文今日来到金山教名观光景点、著名美术馆，甲北海华，要来看卖未来要哪促进未来新北市的文化甲观光产业发展。对着进前有中国观光客批评，压力风景区环境实在有够垃圾。蔡文认为，这关键伫咧国家风景区的管理整合问题。负责管理处的这一些人员，应该要挑起这个整合的责任。那当然就是说，在将来的新市府我们也会尽全力来维持这个风景区的干净跟整洁。蔡文嘛讲到未来新北市的环状捷运线，因为诸多款伫台北市捷运局，所以伊也是会当动算，伊未来会来争取新北市对着环状捷运线的决策甲监督的权利，希望会当让这条捷运线伫新北市的观点以及上大利益之下来做一个升级。记者杨志扬、林志坚、SNG 小组台北报道。